我觉得，其实异族和我们人类之间，并没有那么大的仇恨。为什么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呢？怎么没有？如何没有？你该不会不知道，他们是从哪儿来的吗？我当然知道，从外星来的。他们披着我们人类的模样。 可是从骨子里，却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东西。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我从没见过司藤小姐害过一条人命。 星星雨。